来，瞬间回家。来，这只手臂虾，我有先甲冰的啊，够大只，小你敢要来看？我要甲你发几公分哦，小你来看啦，够大只，老师诶，小你的手带揪出来，小恩，来我看你的手，你手卖动啦，嚯、哦，含小恩的手变大呢。这是手臂虾，好，我来量看偌长，呵呵，好了。小医师，切手，你摸摸，免去了。咱们来量量一下，它大概多长？你帮我翕一下，我甲迄落拍一下哦。来，我看是偌长，安尼完全直直的哦。哦，还是多一尺啦，一尺我30公分呢。100公分呐、啊。什么100公分？一尺啦！哦，你的是啊，你的不是公尺。对，什么100公分？惊到！你的不是公尺啊，你的是。哦，足大只的，收嘞。你啊，30公分。对啊，一只430块。我是感觉嘛算会使啦，啊算，那有去共拍片，共买一只啊，啊尾啊，这个要怎么料理？后来不知道，可能要放到这一台小电锅。到底要怎料理呢？我这大只的呢，这手臂虾你看摆拢是手，这样大只海蟹来吃吧，真好耍的。好，我们再把它拖进去冰吧。我们改天再来煮了，先把它冷冻起来。好，谢谢收看。